我们说它是体如而用法，我们从董仲舒《决义》这篇文章里头可以看到啊，譬如说甲的父亲的乙啊，跟丙啊争言相斗，丙以这个佩刀刺乙，甲呢以杖击丙，误伤乙，甲当何罪？如果按照法家的原来的法的话，只要他明明是帮他的爸爸是要去这个打那个丙，结果不小心打到他爸爸啊。可只要打到爸爸，按照汉法来讲，欧父也当枭首。那董仲舒决义一曰：君子圆心，射而不诛啊。甲非律所谓欧父也的，他不是要打他爸爸，他是要帮他爸爸嘛。结果帮他爸爸反而打到他爸爸，这个不当做啊，不应当用这一条。这个可以看到他跟法家的不同，法家的这个法律是死的啊。或者汉初用的这个刑名是死的，打他父亲就是枭首，那所以说以前怎么那么重啊？因为是家父长制，是很重的啊。那他是我们现代的家庭的资讲感情，我常跟诸位讲，古代的家族这么大，几十口人，甚至于几百口人，他同时就是一个小社会，他也是一个，他是本身就是个政治体了，所以他这个法很重，当然，一般来讲也不会真的用到，但是如果真要用到，就不得了哈。他是误伤，所以赦免啊。所以论法要论人情，要既重礼又重法，而以德为主，行为辅。所以反过来了，是以这个人情跟德礼为主啊，法是为辅的。然后春秋是基本的道理啊，这都是春秋繁露里头的话啊。春秋义之大者也。德一端而博达之，观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视其温辞可以知其色怨，是固于外道而不显啊，于内晦而不消，于尊亦然，于贤亦难。所以你看他怎么样？他是其辞温，他的辞是温和的，辞若太厉，引起怨怒啊。那么这个对于比较远的啊。外面的事情，它是导而不显的；对于里面的事情，是会的，尊者会啊。但是也不是说都不去这个处理的啊，会而不引。于尊亦然，于贤亦然啊。此其别内外差贤不肖而等尊卑也。那这是说春秋的一个基本的道理。那这些道理就重新回到儒家的道理。啊，他要考虑到其辞温和，对外是用诱导的，对内是有一些事情要避讳的，比如说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可是呢，他如果有恶的话，也要觐见的，诸如此类。所以这些事情，就把儒家的春秋大义加以发挥。那我们进一步看，就是西汉的。经学啊，这个本来是可以讲很多的，但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只能简单的讲啊，因为有很多复杂的经学内部的问题啊。我们这里主要讲说，春秋是做什么的啊？董仲舒说，春秋是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室而已。这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他是要让天子有所畏惧啊。天子也要有所畏惧。第二，退诸侯讨大夫，你们做的不对的事情都要批评，以达王室，要达真正的王政啊。所以，即使是当时的天子，孔子春秋里也要贬，是要新王，因为孔子是肃王，肃王立法是一种王官学，不是私家言，这里就产生了孔子春秋为汉治法的学说。所以说。孔子的春秋为立王一王之大法，我们现在都觉得很奇怪啊。主要知道，其实春秋学在历史上最发达的就是汉代，汉代的经学的主体最重要的就是春秋学，尤其是公羊春秋。为什么呢？因为它建立了整个王国的基本秩序。简单说是这样啊。从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大一统啊，那么这里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它变一个建立一个。在王者之上的更高的一个价值跟制度的标准，从此之后，我们可以说，
经学几乎就成为中国的宪法，啊，也就是，经过孔子所诠释的这一个经，然后认为汉人说啊，孔子的这些弟子传经，把经的意思都讲明白了，就变成汉朝人处理各种政治跟社会上的重要事情的依据，啊，所以汉人是诸位知道通经致用，春秋节绝育，这是真的，碰到国之大事就搬出春秋来，这些儒生在朝廷上讨论我们到底根据春秋应该怎么断这个事情，就可以说是几乎就成为中国的宪法。然后后来中国的读书人基本上一路就读经考经学考到清末，诸位知道以前读书人入学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读经啊，那儒者的学问叫经史之学，你们现在都不太懂为什么古人叫做经史之学，因为第一经是这个整个中国体制的源头，我一再跟诸位讲，对古人来讲经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体制的记载，德位行道的痕迹，这是一个最佳典范记在那里啊。那么经学就是对它的解释， OK， 就像我们的宪法解释学，听懂没吧？那个是典范，这是解释。那么从董仲舒这么讲了之后，汉代讲尊公羊春秋，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凡事碰到疑难咱们要靠这个经来做决断，对吧？那孔子也参与这个立法，因为孔子是一个最高权威的诠释者啊，对于先王之道要先问问周公，这样就替了中国的整个的教立了一个典范，历代不衰，一直考到清末。所以读书人第一件事情要知道说，我们今天整个天下从哪里来的，从尧舜禹汤周公来的，最高权势者是孔子，所有的最高道理从哪里来，以那个为准。那史是干什么的？史是了解说历代的治乱得失，好吧？那跟我们现在读历史不一样，我们现在读历史是想要了解历史上发生了什么样的各式各样有趣的事儿啊，知道一些以前不知道历史上的事情。那古人看我们这种史学说，你们这种史学管啥用啊，一点用都没有啊，我们这个史学是可以治国平天下，你们的史学要干嘛的？我们史学是讲故事的，现在连故事也不讲了，变成是写论文用的啊。我们现在史学专门写论文啊，当然也会知道一点以前人不知道的一些事儿啊。不过大部分的史学家就是只是知道一枝一叶的，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某一个枝叶的一些新的东西，然后累积久了之后对历史有不同的看法，就是蚂蚁雄兵一样的学术界聚在一起，一个时代之后会有对于历史的不同的新的看法，而通常这种新的看法就是很悲哀的会受其他的一些流行的学说所主导，坦白说是这样，会被其他的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所主导，也有它的长处了，因为这会有新的批判反省的意义也有之。不过古人的史学不是这样哈，中国以前的史学是治国平天下用的，简单讲读了经读了史就可以治国平天下，就可以去当官啊，它是这么回事啊。它的长处跟缺点都在这里，它不是一个独立于政治的学术， OK， 它是跟政治密切相连的学术。那么这是传统的经史之学是这样子来的啊。当时还没有史学，对不起哈。太史公的写史记的时候，他认为他其实是继孔子的春秋，他是经学的概念，是要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史学才开始独立啊。那这个时候史学还没有独立啊，史学只是经的一个衍生。所以当时人脑子里只有经跟经学，如此汉人就有法可循啊。但是其实这个说法原本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孔子的春秋的褒贬是根据的周朝的王法，周人的封建政法秩序，并非一套私家著述，所以孔子的春秋根据的，孔子说啊，春秋者王者之事也，知我者其为春秋，罪我者其为春秋。他说这个是王者才能立这个做这一个决断的啊。所以我今天等于是说，因为王政衰了，我用王者之法的标准来批判大家啊，要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但是汉朝人把它发挥成不是这样了，变成一套私人的一个论述。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汉代的时代需要，这未必是孔子春秋的原貌，请注意哈。我这里讲的说，所谓有问题说，孔子春秋未必如他原来
简单说，述王立法之说，这是汉朝人发明的。孔子并没有说我是述王立法，没有这个事情的。但是汉朝人把它讲成这个孔子是述王，替了汉代，等于立了宪法，听懂意思吧？啊，把它讲成这样了啊。那结果呢，这个讲法成功，大大的成功。因为不仅是汉代，一路到汉、魏、晋、南北朝，一路到秦末，就走上这条路了啊。那么这种是新形态的王冠学啊，那是他的精神。可是后来精神衰掉，这个王冠学怎么样呢？孔子春秋为汉历法为中心，单配他三述诗书，重定礼乐，指的汉道体制，继承了三代王冠，日孔礼整治，整顿权势的系统。所以汉代整个教跟政都有了根基了，好吧，政教都随之而改变。那可是呢，到魏晋以下的中央政府就不成样子了，不想创制立法与民更始，社会上不再有上汉政府取得创制立法的气魄能力，所以古代的学术的王冠学跟百家人对抗不存在啊。意思就是说，在汉以前，因为通经致用，这些经生不得了，汉朝的儒学不得了，这些人呢、啊、动不动就撼动整个朝廷的政治。那最典型的就是说，这些儒生讲到最后就是你皇帝该下来，该我们中间人上去做，就搞了一个王莽上去，懂吧？我跟诸位说过吧，王莽是大可惜了啊！如果成功的话，中国的最高权力的转移就解决了啊。那结果，所以汉朝的儒者还了得，动不动就撼动整个朝廷的政治。可是到魏晋以下就不是这个样，中央政府也不成样子，底下也不行啊。那么最后魏晋就讲了这个，从中国传统的标准来讲，是讲了魏晋玄学，那个哲学上讲得很高啊。魏晋的玄学，我记得好像是汤用彤还是谁说的，他说是最为精炼简洁深刻的这种哲学的文字啊。就哲学上来讲，魏晋玄学非常高，就政治上来讲，魏晋的玄学啊不行啊。所以那也是这种传统认为衰乱之势啊。魏晋南北朝，那这个时候王冠学跟百家言的对抗也不存在。我们刚刚前面讲汉朝初年的一路从武帝这个事情，基本上是一个新王冠学跟百家言的对抗，对不对？原来在文景的时候，汉初的时候，这都是百家言啊。那么到了武帝之后，要新的王冠学恢复三代之治，跟这个战国以来的百家言对抗，重新恢复了这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这一套。于是这个东西到了魏晋以下不存，产生新的分类，就是经史子集的四部分法取代了西汉的这一个七略的分法。新的经史子集真正的学术只有一个经啊，其实还有一些史传啊赋予它。可是到了这一个魏的时候，经史子集四部分法的意涵就不一样了，这变成是四种东西。 OK， 虽然还是经史为重啊，可是经学已经失掉了原来的一个意义。那么后期的经学成为研究古代的经籍，经学成为一种史学。所以在前些人来看，魏晋之后的这个经学已经失去足以撼动朝廷的力量了，简单说是这样啊。所以魏晋南北朝到唐代的经学都没有汉代撼动整个朝廷跟政治力量，到了宋代的经学再起的时候，又重新撼动整个朝政跟政府的走向，就是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好吧，王安石的变法，从经学讲州官重新来。所以真正中国经学最盛的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汉朝，一个宋代，叫做汉学跟宋学。这时候的经学都是要为国立法啊，懂吧？这是作为它整个的那个根基啊。哦，还有金古文问题啊，这个怎么讲？这个没时间讲，简单的说吧啊，这个汉代的经学，因为一开始啊都是金文经，为什么金文经呢？因为秦啊焚了这一个诗书啊，跟原来的六经，所以汉初的经呢都是
用这一个隶书啊，找一些老的学者把它记下来的啊，就立了这个经文经。后来呢，孔弼呀、修孔弼啊，应该是孔安国的时代吧啊，修孔弼得出了许多古文经。后来淮南王收了许多的古文经，那这些东西呢，就没有能够列为博士官。一开始是用经文的博士官，所以经文古文原来这么分的。那后来呢，这个刘向教宗秘书啊，这是要到了西汉晚期啊的时候，教宗秘书就发现有很多没有立为学官的这一个古文经，于是就遗书让太常博士说，我们应该立这些东西作为新的学官，因为这个都是尧舜禹汤文武，对吧？甚至于周公乃至于孔子之道，要立他，双方吵得一塌糊涂啊。最后呢，因为刘歆啊，被怀疑帮忙了王莽，在王莽的时候任官，事实上也是任官，于是呢，这个事情就没有成。于是到东汉的时候，基本上还是朝廷用的是经文经，那么可是社会上呢，慢慢的古文经就流传出来了啊，那很多人就学古文经。啊，这样子就产生了各式各样子的这个讨论啊，这是其一啊。那么在之前啊，有所谓十区阁论五经一统，这是一经论分书家各立博士。到了昭宣之世的时候，基于全盛之象啊，这是西汉的时候，宣帝之后陷于中衰之境。与五帝国运同一轨迹，也就是说，十区阁是论什么呢？啊，就是基本上就是因为《易经》开始分很多家，就像其实像我们现在学术一样，这学术越分越细，越分越讲越细，越来越缺乏意义。然后呢，大家在吵个不休。于是，但是就朝廷来讲，必须要统一说法啊，让大家统一一个说法，这个样子啊。那么这个到了晚。到了哀帝的时候啊，刘歆建寝这个事情，然后我刚刚讲的啊，立这个啊，以太常博士。那石渠的本意在于定义同立线段，不其经说愈出愈分。结果当时博士啊叫专辑守禅，党同而度道真。为什么这已经变成一个立路之门了啊？到了平帝的时候啊，元成哀平嘛哈，古文尚书这些都记博士。光武中兴皆废，就是因为他参与了王莽的这个意思啊，这个是大概的一个情形啊。那么我们继续往下讲。